好像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哎，安大哥，这又不是什么射箭或穿针，哪有这么毫厘不差的嘛？明天就是侯爷大婚的日子，当然要毫厘不差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安大哥要成亲呢。我成亲可没侯爷成亲重要。哎，这话我可记住了，我要告诉我们未来嫂嫂。你敢？哎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站住！哎，侯爷，找到侯爷了。今日辛苦你们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早呢，还要确认明日江姑娘进门时她的席，啊，还有和侯爷共饮的姐，还有枣子和栗子。侯爷，我看安大哥连你和江姑娘孩子的小名都取好了。那当然要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 我帮你，我不能连累你。你放心，我自幼长在门阀世家，耳濡目染，有自保的手段。董姑娘，况且这宫院森森，礼制重重，凭你一人如何挣脱这牢笼？我不如你潇洒，不如你勇敢，但我也愿助你一臂之力。毕竟成全你，也是成全我自己。我还盼着你离开这儿之后，替我去看遍世间山水呢。 谢谢，大人。都准备好了。